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atherine， 欢迎回来。我们今天来继续玩模拟市民三。现在游戏里又在下雨了吗？我听到下雨的声音。然后等一下，后方这是什么？这该不会是消防车吧？真的？所以说我们宿舍里不是有个消防员都不离开吗？难道是因为他车子不走，所以人也不走吗？哇，我以前都没有发现到啊，上学的时间好多人在街上骑脚踏车啊，还蛮酷的。这边还停警车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好吧，那我们去上学了。我们只剩两天就要期末考，我们这两天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读书，我们一定要努力读书啊，一定要考到好成绩。我觉得啊，就是学生时期最开心的事情之一就是考到好成绩，对不对？冲刺冲刺，我们要努力啊，努力拿到文凭。我们骑脚踏车上学，天气好阴哦，怎么感觉最近都是阴天啊，都是阴雨天，都没有太阳天呢，对不对？这一点跟现实生活还蛮符合的。最近几天不是有狂风暴雨吗？雨超级大的哦。昨天半夜的时候啊，雨大到把我吵醒啊。昨天半夜的时候不是狂风暴雨，那个声音大到就是一瞬间好像那种水用倒的感觉，不像下雨了，雨像是用倒的。然后我就醒来了，好像三四点那个时候吧，超夸张。好，我们去上学了。我们有点被挡住了，所以进不去，没关系。等一下就能进去了。努力学习，努力提升的学业表现。我们只剩两天都要期末考了，所以等一下我们上完课之后，我们就去图书馆读书吧。这两天我们都不能玩呢，我们都要努力读书。我们先把期末考应付好之后再看好了。其实我在想啊，因为期末考之后就是这个学期结束了嘛，那我们还有一个学期，我们当初报名的时候注册的时候是注册了两个学期，所以两个学期结束之后我们就算是修得一些学分吗？你看我们要继续读还是要直接结业，我们可以再选择。如果说我们要继续读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换宿舍住，那如果之后我们不继续读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城镇里。如果回到城镇的话，其实我想要让我们的 Claire 搬到海岛那个地图啊，因为海岛地图可以玩船屋，以前我超级喜欢玩船屋的。然后刚好最近模拟市民四不是有那个谣言吗，关于下一个大型资料片是海岛资料片，所以让我想到啊，我好想要玩一下三代的海岛地图哦。那我有安装那个资料片，不过我有点忘了三代要怎么让人物搬地图了，好像不行，对不对？我记得好像没办法直接搬家，三代只能在这个地图里面换住宅用地，可是不能搬到别的地图，我记得是这个样子。所以如果说要怎么换地图，我还来研究一下。奇怪，我怎么一直在游戏里听到下雨的声音，可是明明没有下雨，还是这个是风的声音，风的声音也太大声了吧，是台风天吗？好，经过我们一个早上的努力学习啊，变绿色了，真的好难维持哦。我真的感觉啊，这个学校的学业要求比现实生活好严格啊，连我们在睡觉时候都会降低学习表现，是不是超严格的？好，那我们还有两个小时又有下一堂课了，那我们吃个东西好了。我们在干嘛？哦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肚子饿了，我们找个地方吃东西吧。我们去学生大楼吃东西好了，来吧，我们还有两个小时，就快休息一下。我记得学生会大楼有自动贩卖机嘛，我们去那边买个简单东西吃，然后准备下一堂课。然后像有些里是秋天呢，所以树叶都变成了黄色，还蛮漂亮的。好，我们进来吧。二楼嘛，二楼有自动贩卖机，我们快速吃个东西还是不行。我们要去上课了，超紧绷的。好吧，算了，我们上完课就再吃东西好了。努力学习啊，看我们的学业表现可以提升到多少。我的目标是在期末考的时候到满格，或者是至少八分满。虽然说感觉有点困难了，可是我们会努力的，努力学习，对，努力学习。好，我们上课完毕了，我们下课了。诶，刚好 Tiffany 在旁边呢，
我们可以找他去读书吗？找他去图书馆读书。我们跟他打个招呼吧。来，过来跟 Tiffany 打招呼，我们的室友，今天来到学校的第一个朋友。Hey Tiffany， 这两天要期末考了，要一起读书吗？我们找他一起读书好了，建立读书会。如果说我们在这里建立读书会的话，我们会去哪里读书啊？会在草坪上读书吗？还是去哪里？我们走到哪里读书？到这椅子上吗？真的耶，太可爱了吧！直接就地在路边读书了，感觉好青春洋溢哦。他说不好意思，我要走了，等一会儿要工作。好吧，没人跟我们读书，我们努力读书，自己读书，好可怜，想要个读书伙伴这么不容易啊。我们肚子饿了，我们先去实验室再读书好了。我们到学生会大楼快速吃个东西，这一栋。我们去吃一个快速的那个，贩卖机卖东西。这个哈洛德邀请我们参加派对啊，我怎么感觉这个哈洛德天天在办派对？他活得真是非常的多才多姿啊。好，我们去楼上了，我们去买一个糖果，来吧。今天买什么口味糖果？彩虹糖吗？看一下，怎么卡住了吗？真假的？我被吃钱了，什么东西？真的，自动贩卖机卡住了。好，我们摇机器。可恶的机器，你太邪恶了！不要这么对我，我是期末考生呢，对我好一点。快给我糖果，出来吗？有了，好，我们试一下吧。哎，一定要用暴力你才会听话吗？如何，我们的饥饿度有增加了吗？有了，哇，这个糖果超级能量棒啊，吃一个就快饱了。好，那我们上个厕所去图书馆读书咯。来吧，上个厕所，然后等一下去图书馆，快速用一下。我们要拒绝一切诱惑。其实我们不是很饱了，我们再买一个糖果好了，还是要买隔壁这个。我们喝个汽水，我们试一下吧。刚刚吃过糖果了，再买个汽水，看汽水饱不饱呢？拜托，不要再卡住了。怎么样？我们喝一下我们的汽水。哇，喝一下，这什么芬达汽水吗？哇，有饱足感呢，还不错。好，那走吧，我们去图书馆读书。现在是晚上5点，还没有说很晚，我们还可以读到12点。好学生呢、啊。说到读书啊，我知道这几天是国中的会考嘛。如果说你是会考生的话，加油，祝你考试成绩100分，非常理想。好，那我们来到图书馆了。晚上有人吗？没有人呢。要不然我们邀请。我们邀请那个艾迪吗？还是什么？我突然忘记他名字了。雷德，我们邀请雷德过来好了，邀请他过来一起读书。嘿，雷德，快要期末考了，要一起读书吗？我在图书馆。他说：“好啊，我马上过来。”好，太好了。我们先开始读吗？还是等他一下？因为感觉他们来需要点时间嘛，我们先开始读好了。我们先用电脑学习。对，来吧。努力读书，一边等雷德来。我们今天真的是读书啊，不是用什么交友软体，绝对不是的。嗯，后来读书了。我们现在的学习表现多少了？啊，还是这么少。真的感觉那满格好难哦，超级难的。雷德来了吗？等到他来的时候，就邀请他一起建立读书会。还没有啊，他有点慢啊。哦、我们手机响了，谁打来的？听一下，是谁？这个人头上怎么有雷德画面啊？他是雷德好朋友吗？谁打来的？我们 Claire 在跟谁讲电话？哦，哈洛德说派对要开始了，要不要过来？不了，我们真的很忙啊，我们要读书，真的不能玩啊。好，雷德来了。我们邀请雷德建立读书会吧，跟他一起读书，马上开始。嘿，雷德，一起读书吧。这两天要期末考了，我们一起努力读书如何？其实我觉得雷德一脸学霸样啊，对不对？他看起来像乖学生，像那种很会读书的人。好，我们邀请他一起读书了。这是什么？
我们要站着读书吗？嗯，站着拿我们的小抄吗？我们的课本好有趣哦，感觉像什么什么乐谱吗？好吧，我们可以坐着读书吗？还是要站着？补习？什么补习？我们学习表现要降低啊！等一下，雷，你怎么搞的？因为我发现个，哎，等一下，这个骨头在动啊！有没有？大家有看到吗？骨头架啊！这是什么骨头架？吓死人了吧！旁边的人吓到了，想说天哪，这个才几点而已，骨头在动。我刚想说，我们跟雷德一起读书，好像没有提升学业表现，所以我们就研究骨头架。哇，这骨头架动得太快了吧！好灵异啊！为什么 Queer 可以这么镇定，非常淡定啊？你不觉得很可怕吗？旁边的人都吓坏了。对，我刚讲到的，因为我发现跟雷德一起学习没有提升学业表现，所以我让他研究骨头，可是被这块动骨头吓到了，怎么回事？哇，我们想跟雷德拥抱了，想要深情拥抱雷德，这样好吗？我们不是来读书的吗？会抱一下然后又学业表现降低啊，不然我们抱一下好了，来个热情拥抱，会不会吓坏他？应该会，不要那么直接好了。我们先跟他聊一个赞美他个性好了。他说：“雷德，你人真好，感觉是一个上进的青年啊。”赞美他一下，然后再一个拥抱，跟他说：“期末考到了，祝你考试顺利。”然后顺理成章来一个拥抱，一点都不奇怪，对不对？快要期末考了，你有准备好了吗？我在努力准备。嗯，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读书伙伴呢、啊。然后期末考到了，祝你考试顺利，默默的拥抱，一点都不奇怪，一点都不可疑，看出来蛮顺利的。好，抱完了 ，Claire 你开心了吗？哇 ，Claire 想要跟雷德约会啊，好不行啊，不能约会了吗？读书啊，你已经抱到了，赶快来读书吧。哇，因为 Claire 跟雷德开始有这种浪漫关系了，像头上有这个爱心符号啊，怎么这么可爱？代表说他们约会当中是有这个爱心符号，有没有？超可爱的。哇，等一下，这骨头还啃鸡腿啊，太可怕了吧，什么东西？然后不能读书了，说他心情太差。好吧，如果说 Claire 心情太差，我们来找雷德聊天好了，跟他讲个笑话，然后来个浪漫的，再来个热情拥抱，看能不能让我们心情好一点呢？我们刚刚说我们心情太差不能读书，真是的。哇，要来个拥抱，感觉不错啊，我觉得拥抱超级温馨的。然后再来讲个笑话。怎么样，有心情好一点了吗？你可以读书了吗？好嘛，读书咯，拥抱完之后我们又有能量了，继续读书。为什么不读？还是心情太差啊？真是的，我突然感觉到你的 Claire 其实还蛮不喜欢读书的，读一下就觉得累了。好吧，我们也快累死了，我们先回家好了。我们先回去咯，跟雷德说再见吗？还是他已经走了？我还在厕所，我们等他上完厕所跟他说个再见吧，我们就回家了，跟他友善说个再见，然后就离开。好吧，看来我们的雷德已经走了，他上完厕所就跑掉了，没有等我们，那我们就回家吧。天气已经开始变冷了，我们都穿大衣了，然后周围的地板呢有点比较冷的感觉了，这个草皮颜色看起来像结霜颜色，还蛮酷的，真的有感觉到天气的变化。我们快要累扁了，马上去睡觉哦。感觉啊，准备期末考试真的是还蛮辛苦的，除了读书都不太能做其他事情，不然学业表现降低啊。我们睡个觉要降低好多哦，太辛苦了。好的，白天了，我们要去上课了，我们上课前快去吃个东西吧，去上个厕所然后洗个澡，等一下就上学了。我觉得、他这个学生生活其实还蛮写实的，就是上学睡觉，上学睡觉。怎么了？我连厕所都不能上就上学了，时间来不及吗？好吧，我们要憋尿去上学。哎，
哦，今天是户外课程呢，今天是研究课程呢。Un, dos, web, utanza, bif。我们是第一个到的吗？ Iglio? 对啊，我们也太认真了吧。好，那一样哦，我们今天努力读书，不要做其他事情。为什么他们都不研究啊？他们都在看我们研究啊？你们不认真一点吗？明天要期末考了，对不对？他们都不研究，都看着我们，就跟长得好像雷德哦，吸血鬼版的雷德，像不像？蛮像的。好，我们下课了，继续读书。我们状态有点差，我们回家吃个东西，洗个澡，再继续读书好了。明天就要期末考了，命运瞬间，究竟我们能不能够顺利的度过期末考呢？嗨，消防员先生。我们吃个东西，吃个快餐。我们吃一个三明治好了，面包和果酱。我们快速吃一下哦。嘿、hey, ，同学，明天期末考准备好了吗？他说我准备好了，没问题的。他吃什么？微波食品，微波牛排吗？看起来蛮好吃的。微波薯条，微波豌豆。我们的是果酱吐司，草莓果酱吐司。哈洛德又派对邀请了，而且天天轰趴来这个哈洛德，算了吧。我们赶快洗个澡，等一下继续读书，算是我们快累死了。感觉我们从来都睡不饱啊，天哪。我们回我房间研究骨头架哦。哇，这骨头在动啊、哦、原来啃自己大腿骨。好吃吗？可以不要做这种事情吗？吓死人了。哪有音乐啊，我们在读书，不要听音乐好吗？我要把它关掉。谁在偷听音乐？然后我们读了没有几个小时，我们又太累又不想读书了、我们真是不爱读书的人啊。我喝个咖啡好了，喝一个奶油草莓肉桂摩卡，喝个咖啡继续读书。我们真的要努力了，不能再偷懒了，明天就要考试了。学表现还算可以，至少是绿色的，可是有待加强。我们喝个咖啡提振精神，喝完之后马上继续读书。我们的骨头放这里好了，这样累了可以马上喝杯咖啡。好，等一下继续研究哦。真是的，研究完骨头我们再用电脑读书，继续努力。我们今天要开夜车了，通宵熬夜。其实感觉啊，考试前一天通宵不太好了，会影响你精神，影响你作答的那个判断能力。可是没有办法啊，非常时刻这绿色条还是不愿意往上啊，超顽固的。然后读一读，我们又累了，又不愿意读书了，所以我们只好喝咖啡啊！快点去喝咖啡！我那天整晚不睡了，我们就去喝咖啡读书，喝咖啡读书，至少要读到一两点吧，现在八点而已，就不想读了。好，为了提升我们读书效率，我决定直接把咖啡机搬到我们这个电脑旁边，这样可以无缝接轨啊！读了也去喝咖啡，喝完咖啡回来读书，超棒的。完全的读书的一条龙，好乖读书，然后继续喝咖啡，喝完就继续读书。你要去哪里喝？喝咖啡好过来这里哦，不需要啦，浪费时间啊！不要逼我把一个椅子放过去。好，我决定要这么做了，这个放过去，不要跑过来啊，浪费时间。想要喝咖啡在这里喝就好了，不用千里迢迢跑过去。节省时间啊，分秒必争，已经11:48了，谁又开音响了？好，为了节省时间呢、啊，我家一楼放个厕所，不然每次上厕所要跑楼上，太不方便了。这边放个厕所，一间吗？好吧，空间只够一间，然后放个洗手台，我们的洗手台，这个，好，就这样，完美，这样都不用浪费时间跑楼上上厕所了，不然一来一回要超久的。他们走路超慢，哇！凌晨4点了，我感觉我们是要睡觉了，我们还是要睡一下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们睡觉好了啦。我觉得我努力已经够了，至少我们已经到一半了。虽然说在我们吃东西的同时，我们表现还在降低，可是我已经很努力了，可以睡觉了。去吧，睡个两个小时去考试。希望我们能考到好成绩啊！希望希望，我们这么努力。到底谁在听音乐？妨碍我们读书啊！好，起床了，我们今天洗个澡，然后准备去考试了。考试前洗个澡，神清气爽。虽然说我们还是很累。好，我们今天要考试了，期末考我们非常努力好了，我们可以求教授给自己高分的。考试作弊不好吧？我们非常努力，我们有一半的学习表现，有机会冲刺。希望我们能考到好成绩啊！希望希望，我们都这么努力了。
2个小时就知道了。哇，这次考试并不如想象中理想，他在历史之实力应用101考试中名落孙山，所以说被当掉的意思吗？天啊，我被当了耶！所以努力了老半天，我们还是被当掉了，怎么会这个样子？好伤心，我们竟然被当掉了。所以说一定要满格才可以不被当掉吗？这样也太难了吧！天哪，我们该不要拿不到文凭了吧？哦，我们还要去考下一科了。原来如此，我们今天要考很多科目，不要只是考其中的科目而已。所以我们第一个历史课，我们历史课是被当掉了。我们要非常努力考试，非常努力啦。为什么？他说我们压力太大了，无法努力工作。为什么？他压力有两天呢，因为都没有放松。这也太闲适了吧，因为读书读太久，所以压力很大，所以不能很努力，真是的。然后我们想去舞厅，因为我们压力太大了。我们在考试还想着去跳舞，哇，结果我们的机械学也名落孙山呢，所以我们两科被当掉了。天哪，我们今天考了两科，两科被当掉了，我们历史被当了，机械也被当了。怎么会难过啊？哎，大学压力好大，心情不好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。希望大家喜欢这个影片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按个赞呢，会给我很大鼓励。虽然说很难过，被当掉啦。那还有，不要忘记订阅哦。宇宙订阅的话，可以开启铃铛，就可以收到通知。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